我戴眼镜像不像变态？不像吧？对，我本来确实是要去抽烟的。哥，你给你直播换个位置，哥。直播换个位置。我要点个蚊香。他点个蚊香，稍等一下啊，稍等一下。三三是谁？猫源更像了，像李三三吗？李三三是谁啊？眼镜是吧？我戴眼镜确实戴他。对，不太好。稍等一下啊，点个蚊香。不太好看。我们言归正传哈，就是那个五月底的工作哈。有兴趣的加个抖音的粉丝群，三群。抖音粉丝三群，没有兴趣的我们另当别论，好吧？就是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捧个人场。你好了，喊一下哈。不是在那门口吗？嗯。海底捞吗？还是什么？还是日料？你先洗吧，洗完再说。你不觉得有点活着更闷吗？只要疫情散去，我们就去五月底，但到时候我应该都散了吧。对，我也觉得我皮肤很润。这个直播之家十几块钱我真用的，一会儿给鹏鹏转一下。四天吧，好像是四天三晚，也有可能是三天两晚。如果时间太长的话，因为考虑到一个上班周期的问题，也不一定会待很久。你为什么不开滤镜？我为什么要开滤镜？直播从来不开滤镜，娘娘唧唧的，我操！娘嘛又凉的要死，对吧？又不好看，为什么要开滤镜呢？对，我脸很大。
他说上千年你可就成大导游了，我也希望能有那么多人呢、啊。基本上我都不开，能不开我就不开，开美颜干嘛，对吧？男人就该有点男人该有的样子，化什么妆，开什么美颜，对吧？如果不是因为工作，我操，我他妈真的不想化妆，真的不是因为工作，我根本不会化妆。美颜滤镜这个东西的话，作为一个男孩子哈，你爹妈给的，本来你就是个男的，你这非得把自己折腾得像个娘们似的，是吧？这多丑啊，对吧？化妆多好，那男的化妆好吗？男的化妆那他妈非娘即 gay， 当然工作除外哈。如果说你有工作的话，那咱们另外再讲。那如果你是艺人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我看过很多艺人，他们出门也基本上不会化妆，要么就戴个帽子，要么就戴个口罩，对吧？男孩子，女孩子化妆，我觉得可以给力。女孩子确实就得化妆，精致嘛，对吧？男的没这个必要，护肤的话，我会觉得可以。化妆就没必要啊！当然，你们如果说下个月月底的话，五月底去海南万宁玩的话，男孩子化妆我觉得也可以，毕竟那边太阳大，我们要做好防晒，对吧？适当的化妆可以抵挡一下紫外线，是不是？老喜剧了，什么时候化妆可以抵挡紫外线呢？我说的，我觉得可以，可以带男朋友去吗？可以，你想带谁就带谁，你想拖家带口你就拖家带口，反正按人头算。五月什么活动？五月底去那个海南万宁，去那边旅游度假，我带团，我带你们去玩。这首歌吗？删了吧，这首歌名字就叫删了吧。这首歌歌名叫删了吧，不是不删了吧。
主播笑好，这不是晚上吗？旅行一人多少钱？我不知道。榜一是谁啊？我看一下榜一是谁。不是。榜一是个狗。榜一是狗，等一下，榜一是我朋友了。这么帅，为什么不红？红了干嘛？嗯，红得快，死得快。我不想红，想红的话早就当明星去了。真的红得快，死得快的。主播一般什么时间单播？主播一般基本上不直播，没有什么工作的话，我不会开直播的。我不想薅你们羊毛。榜一给我出去，妈了个巴子，榜一是我朋友，榜一是狗。主播打游戏吗？不打游戏，打人。你女朋友在榜几？上面的都是，这些都是女朋友，这些都是女朋友。你说的是哪一个？我都不介意，都是我的。嗯，这个不是痘痘，这个是胎记，从小就有的胎记。这个还有男生好吗？那就是男朋友。哪个星座不花心？好了，言归正传啊，五月底想要去玩去旅游的话，可以加一下我的粉丝群啊，抖音粉丝群，到时候的话我亲自带队带你们去海南旅游。嗯，好吧，想看比基尼想看腹肌的都有。嗯，哎，我妈给我发信息。给我妈打个电话。怎么黑啊？妈。我的呀，都不来接啊，都不来接啊，都不是来接啊。
忙都算了，是啊。也无看啦。啊哈哈，迄搭伫直播啊，伫等人。哎、欸，叫舅舅。嗯。舅舅。舅舅。嗯。好啊，那无食爱食。啊哈哈哈，啊，不想这样啦。我啦。跟舅舅拜一下，跟舅舅拜拜。啊，拜拜。哈哈哈。对，我外甥女，啥大姑子？我外甥女，我两个外甥女。费用我还不知道。在广州不很正常。你他妈的什么玩意？乐天鼠到底是什么？静静的看你们讲话就好了，我就不讲了。哎，上休假。对，上个厕所衣服掉了，穿个外套。上个厕所衣服掉了。对，被冲走了。
晚上好。不要觉得我脸油，因为我吐了东西。嗯，人家你忘开美颜了，我不想开美颜。本来我就不想开美颜。平时不在广州，我皮肤本来就很好。什么女的怎么了？你们在聊什么？我没吃，八点去吃吧。请你吃饭，那你跟哥讲一下，一会儿哥带我们去吃饭。眼睛都红的，因为光线一直对着我的眼睛，能不红吗？怎么那么疲惫的心疼？我总觉得我今天状态不好，可能睡太晚了。
玩游戏玩太晚了。今晚爆了，今晚早点睡。刘鹏好了吗，哥？没有，他们先洗澡，洗漱去了。陈志辽还吃火锅呀？火锅吧，日料上次不吃了吗？好。那火锅都不知道哪里吃了。海底捞啊。海底捞。还是你想吃什么火锅？没有啊，我可以啊。但是不知道门开了没有？往那边走一下，那边就是海底捞。哪边？下面那里。那个郑家是吧？不是郑家，就靠近港顶，没到港顶，在地中海那个酒店。哦，对对对，这里离那很近啊。我知道，过个马路就到了。嗯嗯。欢迎走进我的直播间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没有点关注的可以点个关注了啊，各位家人们，现在还没什么人呢，上人了，我一来说话就上人了。哼哼哼。对，就那旁边有一个海底捞。你不是飞机上上班吗？有空搞直播。妈，你真的还以为他是机长了？你们所有人都以为他是机长了，真的是那么多盗视频的，在各个在发出是机长机长，搞得人家都以为他是机长。我没办法做机长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是平面模特。我们个子太高了。个子太高了，1.88米。没点关注的点一波关注。做机长，我们是平面模特，那个只是街拍，然后被各种人盗视频，各种乱说的，是吧？怎么那么傻呀？你们怎么那么傻？你说我是那傻呢，还是那个傻呢？你应该说他们单纯。单纯，我都看他穿那个军装，那是制服，来了是军装啊，那是制服啊。哥，你说制服出来好像也并不是特别正经。我两个手机，一个看你第三视角直播，一个看徐志斌第一视角直播。可以，韩小姐，真爱粉，没错的。帮我问一下，斌哥用的电子烟是什么牌子的？瑞克的。直播你敢吗？什么东西？什么直播你敢吗？你们在讲什么？为何不说话？不知道说什么，也没什么好说的。那该跟你们讲的事情讲完了，我就不想再讲了。我又不靠直播挣钱。可以说正经的事情吗？刚刚不都跟你们讲完了？
刚刚不都跟你们讲完了吗？直播的主题，五月底海南万宁旅游4天3晚，有兴趣的可以一起去，因为刚好是我生日，然后携程帮我操办的。这个就是主题，这个就是我今天我为什么很难开直播，那为什么今天想开直播的主题 ，You know， everybody understand？ English is ver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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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。日月湾，日月湾是什么 ？Hello， 冰山人朋友 ，Hello， Hello。水里咋了？我过80大寿啊，你们还要水里呢？对啊，我本来就不看直播挣钱的呀，我没有瞧不上那些做直播的人哈，我只是我个人问题，我腰太硬，弯不下腰让别人给我送礼物，没有看不上那些开直播的人哈，是我个人问题。